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外面真的超级无敌热的，然后我今天要跟一个很久不见的国中朋友出去玩，我们要去逛松烟，就等一下我们松烟见吧。快到了，今天外面真的超级热的，但是天气很好。好久没有来松山文创园区了，我刚刚一时之间还找不到要怎么进来。这里真的很美耶，给大家看。但这里也真的好热，我觉得今天可能有40度吧，而且又要戴口罩，所以满脸的汗，超可怕的，超热的今天。突然觉得这个好可爱哦。就远远的地方就听得到这声汩汩的水声。今天来看鲁鲁米展，终于外面真的好热。我到鲁鲁米展了，今天外面真的超级无敌热，就太阳非常大，天气很好。木命展就特地为了这一个展，然后约朋友出来逛，但是朋友他现在坐车坐过头了，所以可能就我自己先去逛，然后给大家看看里面都有哪一些可爱的东西。就可爱的那个背景音乐，大家听。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小美。小美真的超可爱啊，她看起来就是一脸上班上太多天的那种厌世脸，但是很可爱。这只木敏看起来很生气。旁边的这个好可爱，哎，那你不想被你吃的也有。耶，钓到一条鱼，红色的鱼。结果这个是一个贩卖部比它的展区还要大的一个小小的快闪店，可爱耶。可爱的猫咪。但我买不起。啊，这好可爱哦，就是那种。我前一阵子一直在看，就是它的时钟是贴在中间的，然后旁边的那些位置我们就可以自己设定。谢谢。